喂，来，老公，来多久到家呀？马上就到了。宝宝乖不乖呀？乖着呢，放心吧，很听话。哎，对了，一会儿你把宝宝抱上楼，再帮我去超市买点东西，行不行？行啊，没问题。那我把要买的东西发给你。成啊，一会儿见啊。嗯，拜拜。拜拜。And on and on as we go, we see the fight. 你好，风神。在。导航到购物中心。为你找到以下结果，请选择。第四个。准备出发，请行驶到安祥路，随后向东行。不得不说啊，有了孩子之后呢，确实感觉责任更重了，上班得更加努力才行。上两天班确实很累，那北京呢下班又特别的堵，原来下班回家呢就可以直接休息了，现在呢回到家之后还得带孩子，所以呢如果能在路上稍微休息一下，那真的是特别有帮助。现在一上环路啊，就会打开这个驾驶辅助的功能，其实现在很多车都有这个 L2 级别的驾驶辅助，包括 ACC 自适应巡航这些功能，但实际上呢，很多用户啊，他不懂这个级别是怎么划分的。我觉得这没关系啊，其实更重要的是在于整体它的体验感觉怎么样。比如说自动跟车，它的加减速是否突兀啊？再比如说呢，它的车道保持是否在车道里来回画龙？那实际上这辆奕炫 MAX 的体验，我就觉得做得很好。它的跟车加减速呢，相对比较平缓。另外呢，车道保持也可以一直在车道的中间。这个体验下来，我觉得是可以令人满意的。此外如果你买的是高配啊，那它的准 L3 级别的驾驶辅助功能会更加的强大。有了准 L3 级别的驾驶辅助啊，再碰上堵车呢，你就不用在起起停停的这种路况上去操控油门和刹车了。另外呢，它的零压舒享座椅啊，也是可以缓解我一天上班下来的这种身体的疲劳感。再播放一些比较轻松的音乐，哎，这个就是我下班的时候呢一种放松和减压的方式。那到了家之后呢，当你看到你的孩子之后，你就会觉得，哎，这些所有的努力都是值得的。原来啊，我对于车内的要求就是一定要整洁，什么座椅套啊、乱七八糟的东西是绝对不能放。但是现在有了孩子之后呢，车已经变成了移动的家了。然后像儿童座椅啊、后备箱的婴儿车，还有一些日常的必需品呢，是一直放在车里的。所以对于车内的储物空间灵活性还有它的乘坐空间要求就更高了。那这点呢，奕炫 MAX 其实做的就挺好的。另外呢，我过去啊对于车机系统要求并不高，有一个好用的导航就可以了。但是呢，现在因为在路上得哄宝宝嘛，要放婴儿歌，所以呢像一些便捷的科技配置就显得格外的重要。那它有的这个叫做 WindLink 6.0 的一个人工智能车机系统啊，可以让我在路上不仅有很多的婴儿歌曲可以选择，而且呢它的 DMS 智能安全系统啊，可以检测你是否走神了。那这点呢，在你独自开车带宝的时候呢，对于行车安全就显得格外有必要。这款车啊，搭载一个马赫的 1.5T 发动机，匹配一个7速的湿式双离合变速器。
虽然呢，它平时满足了我日常的带娃需求，但是不要以为它就是一个奶爸车，因为它骨子里其实是有很强的运动实力的。那官方给出的百公里加速时间是6秒就可以破百。那在2021的 CCC 比赛中啊，就有马赫动力的奕炫车队和某京动力的车队同场竞技。要知道啊 ，CCC 比赛之前呢都是由合资品牌主导的，现在呢变成了中国动力集体突围。我觉得这个也是值得我们骄傲的一件事儿。还有就是在这样绵延的山路上，除了它的转向指向性，我觉得是挺好的。另外，它的四轮独立悬挂呢，也让我非常清楚地知道了路面的一些颠簸和反馈，整体的舒适性，也是可以保证的。此外呢，就是它的 NVH， 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价位里控制算相当不错的了。整体来说呢，这辆车就是既可以满足我的日常带娃需求，又可以在周末的时候给我一定的驾驶乐趣。总体来说啊，以9.39到12.59的指导价来看呢，奕炫 MAX 不仅给到了实用性、便捷的科技配置，还在动力和底盘方面呢，让我这种奶爸用户也多获得了一份价值感。